现在欢迎您打电话进来02-6600-0000，有什么意见跟心声，人民火大空运专线，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分享心声。先来接苗栗的黄小姐，黄小姐您好。你好，是黄小姐，请说，有什么心声想跟大家讲？我想提醒一下，到了这个时候啊，我是建议这个国民党要发动反战争的游戏，反贪污、反债留资、反莱猪、反炒地皮房屋，而且呼吁台中人第二选区要霸三 Q， 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非常感谢苗栗的黄小姐呼吁在野党要来发布游行，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来下架这个不适任的民意代表。谢谢黄小姐说出很多人的心声。